水箱的正确使用方法。水箱、水箱盖、排气孔、排气孔、拖布，将拖布从卡槽位置安装到位，扣好，一定要拉紧，拉紧 ，OK， 安装到机器上。同时，请注意一点，如果水箱出现出水慢的情况，请将出水孔用利器戳一下，将这个出水孔扩大。同时，滤芯如果太脏的话，请将两个滤芯更换。OK， 如果是说水箱不识别的话，请要查看这块的水箱的那个磁铁是否存在。同时，这边的还有一个磁铁，一共两个磁铁。